咱们家开心不开心啊？啊？快乐不快乐呀？我想静静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办？开心了，想静静。哎呀，又有点失落了。为什么失落呢？因为我失恋了。失恋了，你怎么办？哟，你还来安慰安慰我了，是吧？你陪着我呀。啊，真是一个乖狗狗，以后就这样啊。好了，王子，可以放回去了啊。你不能老是这样子嘛，恐吓你牛哥，这样不对的，放回去吧。哎，王子，我操，牛牛，二狗被打了，给我操，打你！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王子，你个二货，干架不带你牛哥，你是不是活腻了？你干嘛，牛牛？啊，你他妈神经病吧你，还能干够吗？滚去滚去。